Happy New Year！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醒意，福星高照。过节梗系要同我哋一起玩 Mobile Legend Bang Bang 啦，记得嚟支持我哋。OK。可是 KL 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塞车，怕丑还怕多过怕热啦。五年，我都狗怎么狗？耶，恭喜！耶，快乐大家 ！Oh my god！ 哎，你可以兴奋一点。耶！是，很开心又到了新年了，今年是兔年的2023年。但新年呐，我就想问你们，你们通常新年的时候是会怎样度过？哦 ，KL 人跟槟城人过新年有没有不一样？我不知道，你要告诉我啊。本身呢是槟城人的我呢，那每一年每逢新年呢，其实都会比较忙。你讲话可以不要这样官方腔， okay. 我不想打你。所以跟你讲哦，就是新年的时候呢，对，就会比较忙碌哦。跟你讲哦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哦，要去拜年嘛。拜年要做什么嘞？拿红包咯。槟城的话，别人一不一样我就不知道。但是我就比较不一样了，我家的 culture 呢，初一二呢，其实都会自己家拜年，婆婆家、外婆家，然后到了初三呢，我们就向外年，向外拜年，向外年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去比较远亲的地方去拜年。每逢新年，其实真的是就是要很早起哦，平时我没那么早起。像槟城有没有什么新年一定要去的地方？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信州桥吧。其实对我来讲说，槟城不见人，华人其实也蛮多的。新年嘛，就是他官方腔又回来了，又来了，一定会比较热闹。可是 KL 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塞车。然后你们不懂新年的时候是怎样过？开玩笑 ，KL 哪里会塞车？会塞车，新年的时候很空了。就是我最喜欢就是过年了，赶走你们这些游子。游子哦，游击，说没有新年。不是应该要出去拜年，不是应该更多车在外面的吗？没有，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回家乡了。像你这样子嘛，要回家乡。所以你是 KL 人，我是 KL 人啊，所以我很快乐，我直接不用再驾车，我跑都行啊。你也要官方腔了是吗？对对对，我说话就是要这样是吗？对对对，我的话我是会走 shopping mall， 因为就 OK 啦，当然也是有探望亲戚的，可是 shopping mall 就特别空，很容易找 parking。然后最主要还是。我到处去拿红包啊，拿红包过后，当然就是要做一点平时不可以做的东西的。比如说，比如讲做他手啊，平时不做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洗下那个钱包这样子。是的，对。所以你们都是这里人，对，所以你们也不需要说来回自己的家乡，因为你们家乡都在这边，所以对于你们来讲说会比较方便。但是如果来三十玩的话呢？这个的话呢，我就是全部聚集在我的家，因为我的公公，这很大，没有，因为我的公公婆婆刚好在我的家而已，就在我家。因为大部分的话，我们聚集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大家庭，所以全部聚集在你家，在你的家里。你没有看过 Crazy Rich Asian， 可能那个家就是他的。所以每一三四晚的时候，我们都站着不可以动的咯，像塞车这样子啊，站在那边不可以动啊。沙丁鱼。因为太多，因为椅子不够。不是，因为地方不够大。你们过年前几久，你觉得是一个最佳的买衣服的时期？还是你们没有买？前一个月吧。前一个月吗？Christmas， 对，那时候好像就会有，而且是22，差不多吧，应该，因为其实买新年衣，其实我个人的话，12月过完圣诞，其实就可以开始，或者是圣诞期间，其实就可以开始购物了。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更早哎，可能11月尾呀，12月头就会开始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都喜欢买海运过来的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就不是11月了，应该是从3月，新年过后从3月买到位，对不对？女生好像都是这样子。那你们新年会穿到这样吗？因为马来西亚其实都蛮热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。我本身比较不会怕热吧，应该。就是你们知道啊，潮人民温度要好看，不要命。怕丑还怕多过怕热。怕丑。对对对对，会穿多几件。我喜欢这一句。真的，怕丑热不用紧啊。对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妈妈。不好意思，妈妈，她会教我一个我觉得做到有一点不是很好的东西，就是我妈妈会叫我们拿笔来写名字，这个什么哦，姑姑、大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写名字？然后你猜哦，你就懂是谁给的。哦，这个是大姑，大姑2块钱啊。OK， 以后就不要送给她了，给她孩子2块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好了，因为人家给你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能力。是，其实红包是一个心意来的，可是就现在 market value 的话啦，至少啊，
也要看身份吧，你要看身份，要看身份。没有啊，其实对我来讲说，就是长辈给多少钱，其实真的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心道。如果你今天有能力的话，你给一个50块、100块，那就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有能力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能力的话，也是给一个50块。没有能力的话嘞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给那个50到100块的话，其实也不用紧的，你包一个48块8毛8，好数字也是不错的。哎，不用50块，我们不贪心。你们开红包是真正来讲，你们是几时开？我是过完了15才开。过15一样，也是啊，大家都是就是拜完天公。今年这么快乐了，我们就要做一点快乐一点的。比如呢？是，我们就会玩一个小游戏啦。那这个小游戏是什么呢？过年一定要听过年歌，有没有？这过年歌我们就来玩猜歌游戏啦。那游戏规则是。导演随机播放马来西亚本地创作新年歌曲，猜出歌名、生肖以及唱出歌词，可各得一分。抢答方式是说出自己的新年祝贺词。在我们玩游戏之前，我要你们每个人想一句祝贺词。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青春美丽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刚才你们讲的祝贺词，就是你们等下抢答要讲的话。就是如果听歌的时候听到歌，然后我们就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这样子，然后才可以答。对 ，OK。我讲了什么哎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十年，乌拉拉。歌名错了，十二年对了。乌拉拉最经典，大家来过新年。算你多一百分。生肖对了，歌唱对了，歌名呢？乌拉拉过新年。错，全名。啊，正常。乌拉拉最经典，全民来过新年。哎，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哪一年的？龙马六五兔，龙。哎呀，我来猜。属老鼠鼠年。错。虎年。三零幺七十没来，三零幺七十没来。哪个还没有猜到？马年，兔。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马年。兔。错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再给我谢谢没来。错。再给我谢谢没来。羊。错。先给个 hint， 这首歌是很近几年的。龙马精神，这一首歌是兔年的，什么 to you 啊？什么 happy to you 啊？ happy to you。错。One, two, go, 跟明天 hello, 快乐，One, two, go。答对。哇！他就叫 one, two, go。我说狗什么狗？我只是听到哪个狗？别唱了。这很新哎，今年的歌哎。再来一首。那你要教你懂。一分我记得。没事。为了让我们。来有的了啊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猜中生肖加猜中歌名才有十分。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。这个是Justina 宽 Miss 宽跟他的弟弟 Perry 宽他们的新年歌，叫做《开开心心》啊，不，最重要。啊、算了算了，给我听听呗。算了，给我听听呗。五年新年到。五年新年到。没有，刚才我猜错歌名了，他没有。耶、yeah, ，五年新年到。果然牛啊你！牛逼！我们的 Vincent 只有可以一分。耶！耶，一分。耶！毫无悬念 ，Vincent 果然不会玩游戏。恭喜 Vincent， 这么荣幸的作为我们惩罚的得主啦。Yes 啊。但这次的惩罚，这个有惩罚吗？有。有惩罚。我们的惩罚就是。
很开心，我们又聚到了一起了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像我们 before 我们 ending 啦，大家先给一个屏幕前面的朋友一个祝贺语吧。祝大家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，步步高升，学业进步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祝福大家开开心心最重要，因为不管是健康啊什么啊，最重要是自己开心，不要忘记。Oh, 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按赞他的 IG， 我们的 IG。谢雷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Bye bye您好，我是 TVB 的陈鸿生，在此祝贺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OK， 可以。